出了一身汗，人都精神晒。不过成身汗，我冲凉先啦。好啊，先生买咗张沐浴椅俾你，我已经放咗入去啦。阿仔果然谂得周到。系啊，啱啱搬入嚟嗰阵，先生同我讲过要留意浴室环境安全。冲凉同用洗手间嗰阵，要保持浴室通风良好，确保浴室有足够的光线，保持地板干爽。用沐浴椅可以坐低冲凉，冇咁易跌亲。仲安装咗扶手，方便你冲凉之后企起身。记得千祈唔好将毛巾架当扶手啊！个仔果然谂得周到喎，咁我去冲翻个热水凉先啦。开水前记得留意，最好的水温是摄氏37度至41度之间，太高温会好容易落亲。记得除裤和着裤的时候都要坐低，企不稳失去平衡就会跌亲。好啦，我知道啦。嗯。伯伯，张婶嚟咗啦。哦。张婶嚟咗啊！系啊，系啊。咁查下。咦，陈婆婆，你搬咗入嚟呢度，而家住得惯唔惯啊？都几好啊，几舒服啊。诶，伤疤点啊？近来医生最近评估过佢，患咗认知障碍症，开始有失禁嘅情况出现，都唔知应该点样照顾佢。咦 ，Annie， 你早排咪同阿 Mary 去参加嗰个外佣护老培训计划嘅？有乜嘢可以帮到张爸？有啊，导师有教过我哋点样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去厕所。患有认知障碍症嘅长者比较难同人沟通同埋照顾自己，所以会出现好多生活问题，例如去厕所，佢哋会认唔到厕所嘅位置。不知道需要去厕所，忍不到，所以有突然失禁的情况，又或者感觉急了，但是不懂反应，不记得去厕所的步骤，而且他们有时会因为怕尴尬而拒绝其他人帮手。我们首先要了解患者现有的能力和不足，适当的时候提供引导，让他们做一些仍然可以应付的事。根据长者以往的如厕习惯，预测如厕需要和建立稳定的如厕规律，例如提示他吃完早餐之后去厕所，或者每两个小时定时如厕。亦可以加强环境提示，例如张贴厕所提示或者标记，以及移走沿路引起混乱的物品，例如水桶、花盆等。厕所用颜色对比鲜明的马桶，清楚提示马桶的方位。衣着方面，建议可以揀一些简单易着易除的衫裤，例如有橡筋头的长裤，以魔术贴代替纽扣和避免拉链、皮带等款式。我们亦可以鼓励老人家用短句或者简单的字表达去厕所的需要。我们要保持平静和耐心地帮他们，给足够的时间，不要催促，还要尊重他们的私隐。就算患者因为失禁而整污糟衣服，都千祈不要闹或者侮辱他们，避免损害他们的尊严和增加如厕的压力。如果照顾者怀疑因为生理因素影响而导致长者失禁，就应尽早咨询医生意见了。卫生署和社会福利署的网站还有其他照顾长者的片睇噶，有时间张婶，你都可以同 Mary 一齐递翻讲义手册，或者上翻网站睇下啦。唔该晒 Annie 啊！